周雅，你把土尔丹在中土所有的生意都接下来。是，土尔丹，就那个西域的大财阀呀。啊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吴家以后就什么都不用愁了。可以这么说。太好了，周莹啊，你一进东院，我就觉得你是做大事的人。来，二叔。 敬你一杯，来来来来来，以后我们全靠你了啊！来来来，意思说应该我敬你们，我去迪化，你们在家里忙活也辛苦了。来来来，你辛苦你辛苦你辛苦，辛苦了。快快快，把桌上的菜都给我吃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好吃，来过来帮忙，来来来来，烤全羊，这是哎，这是我在迪化学的这个。 一整只羊啊，站着，哎嘿，站着这个辣椒面吃才好吃呢。哎，老板，四叔帮我一下，来我来，我去做拉条子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嘿，这怎么吃这个？瞧啊，又不懂规矩了，娘，你先来。啊，这，哎。 兄弟，你说了算。啊！